今天，高铁已经成为中国城市竞相争取的资源。高铁修到哪里，不但意味着巨大的交通便利，也意味着这座城市将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和竞争优势。截至2017年，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高铁网络，运行里程达到2.2万公里，占到全球高铁里程的60%。八纵八横的高铁网络，让越来越多的城市彼此通行的时间被缩短到1小时。以高铁为依托的城市经济圈，正在全国各地密集出现。因为高速铁路，高速度、高密度、大载客量，这些指标体现你高速铁路的水平。我们旅客列车的平均速度是最高的，像北京到上海1318公里，最快的平均速度是280公里。无论说日本、法国、西班牙、德国，都没达到这个速度，体现了它的综合水平。截至2015年底，从冷温带到热带，从摄氏零下40度到摄氏零上40度，中国建造的高速铁路总里程已达1.9万公里，占世界高速铁路运营里程的60%以上，成为全球高速铁路运营里程最长的国家。
从沿海到内陆，从高纬度严寒地区到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中国建造的高速铁路已覆盖了16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每天，在中国的铁路线上，奔跑着4000多列重车组列车，其开行数量已占中国铁路客车开行总量的63%。2007年至2015年，重车组列车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占铁路旅客发送量的比重由4.5%增长到45.8%。也就是说，如今差不多一半的铁路旅客都乘坐着便捷舒适的动车组列车出行。什么是高速铁路？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定义。国际铁路联盟曾规定，列车开行时速在250公里以上的新建铁路线，以及经改造后时速达到200公里的既有铁路旧线，视为高速铁路。中国国家铁路局则定义为，列车开行时速在250公里以上的新建铁路线，以及初期运营速度不小于每小时200公里的铁路客运专线，都属于高速铁路。但无论如何定义，较高的列车运行速度是高速铁路有别于普通铁路最显著、最基本的特征。对于中国人来说，高铁进入他们的生活仿佛一夜之间。但高速铁路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又走过怎样的发展历程？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历史深处找寻答案。深夜10点，列车司机张遵义准时出现。开始试验件开始，44102293，44102293，输入正确。他今天的任务是测试一辆全新的高速列车。防滑试验。再过2个小时，他将在轨道上进行一次综合测试。紧急制动界面，空气制动可用。制动试验结束。和其他的高铁列车截然不同，这是一个全新的高速铁路列车编号，它被简称为复兴号。张师傅将要把列车提速到350公里，以检测全车系统的运行状况。启动确认。车上30名测试工程师也在紧张忙碌着。45天后，中国高铁将迎来一个新的时刻，这辆复兴号会以350公里的运行速度，成为世界运行速度最高的轨道列车。350公里的时速，再次将上海到北京的距离缩短至4.5小时。随之带来的高铁经济会被放大，中国将再次开启新的速度时代。1500公里之外的东北长春，中国重工业的发源地。一个全新的工厂已经投入使用，第一批复兴号正在装配。它比上一代高铁更宽、更高、更长，但能耗却降低了15%。这组列车将采用全新的中国制造标准，
不同厂家生产的同等级列车能够相互连接运行，甚至很多零部件可以替换。这样的设计大大节约了运行成本。深夜12点，工人们开始将编号5010的车头和底盘转向架进行安装。这是这辆机车总装配的最后一道工序。底盘转向架是高速列车承载车身和动力输出最重要的核心部件。这台转向架被工程师们进行了全新的结构设计，它的输出功率达到10140千瓦，并经受过连续3年60万公里运行以及1200万次疲劳试验的考验。转向架安装即将开始，转向架被两个工人轻松地推到机车的正下方。决定转向架和车身安装的是4个定位销，工人们小心翼翼地将它和车体定位孔连接在一起。这样哦。凌晨1点，所有安装工作宣告顺利完成。这台机车将在不远的未来以时速350公里的速度穿行于中国的城市之间。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复杂的自然环境，极寒、酷热、风沙，这也造就了它必须要提供更多的解决方案来适应不同地域。中国高铁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诞生，它拥有全球60%的运营里程，安全运行50亿公里，运送旅客超过70亿人次，更高效率、更长使用周期、更节能。中国高铁正在开始成为世界高速铁路新的标准。东海道新干线在4个小时的运行时间内，即将日本的京滨、中京和阪神这3大工商业区连接起来，促进了沿线地带新型产业的形成。基于东海道新干线的成功，日本于1967年开始修建连接大阪和福冈的山阳新干线，至1975年全线开通。这样，京滨、中京、阪神、北九州4大工商业带得以贯通，由此形成沿太平洋伸展的太平洋工业带。在高速铁路的带动下，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快速增长，从而崛起为资本主义世界的2大经济体。高速铁路的出现，推动了铁路在世。短短几个月 ，TGV 东南线就打败了巴黎到里昂的航空业。1994年，欧洲之星高速列车穿越英吉利海底隧道，把伦敦、巴黎和布鲁塞尔3个首都城市连接起来。英国人第一次可以搭乘火车快速到达欧洲大陆，
而一列欧洲之星能达到两架波音大型客机的载重量。高速铁路成为具有竞争力的现代交通工具，但复杂的技术体系以及高昂的建设成本也考验着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高速铁路是铁路现代化和陆路交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你建成高速铁路，也就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实力，包括它的科技实力。这是中国西南地区的第一条铁路，由于轨距为1000毫米，所以被称为米轨铁路。铁路是上世纪初法国人沿着红河河谷设计建造的，从滇南通向越南海防，所以又称为滇越铁路。火车司机王进达的职业生涯就是从在米轨铁路上驾驶机车开始的。百年风雨之后，如今米轨铁路仅剩下10几公里的距离，并且完全包围于城市之中，与城市融为一体。依然往返的火车，更多的功能是为游客观光所用。穿行于城市中的米轨铁路，也穿行过绵渺的岁月，见证了铁路在近代中国蹒跚前行的艰难历程。当法国人还在建造滇越铁路时，1909年，中国人已经建成了从北京丰台出发至张家口的京张铁路。位于与居庸关、八达岭一带的崇山峻岭之间的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行设计、自行建造、自行运营的第一条铁路。主持修建这条铁路的是杰出的工程师詹天佑。从此，中国人拉开了自主建设铁路的历史，而建造四通八达的铁路网，更是被无数志士仁人看作是发展实业、振兴民族的象征。但在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凝聚着强国梦想的铁路，终归支离破碎。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国铁路总长度只有11000公里，而且主要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北和东部地区。广大的西北和西南腹地没有一寸铁路。宝鸡，这座中国西部的工业重镇，是一座因铁路而兴起的城市。南下成都、翻越秦岭的铁路就从这里出发。在秦岭间盘旋迂回的宝成铁路，是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工程艰巨的铁路，打通了304座隧道，建造了1001座桥梁。这也是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于1975年实现全线电气化，由此拉开中国铁路电气化建设的序幕。此后，短短20年时间，中国铁路电气化率逐渐达到20%左右，成为世界上继俄罗斯、德国、日本等国之后，
第九个拥有上万公里电气化铁路的国家。电气化，这是中国铁路迈向现代化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但即便如此，中国铁路的人均长度仍只有5.5厘米，还不如一根香烟长。火车的速度更是长期徘徊在每小时50-60公里。王福春，一名铁路摄影家。铁路、火车、旅客，是他创作中永恒不变的主题。就喜欢机车，喜欢这火车呢。单位拿相机，一直对着这机车和车上，一直把将机车拍，推出了视线。1991年，王福春出版了影集《火车上的中国人》，引起国内外的极大关注。在富有张力的黑白色调中，这些照片定格着一张张混杂着尴尬与无奈的复杂表情。我的火车中文封面，蒸汽机车，你看冒着蒸汽拉着绿车皮，那个时代的人的精神状态，你看现在你想看完全看不到了。你看70年代、80年代、90年代，这段历史是中国人乘火车最难忘的历史。在中国，铁路就是如此特殊。国民经济的大动脉，这是中国人对铁路最通常的描述。在综合交通体系中，铁路始终发挥着骨干作用。煤炭、木材、矿石、粮食、化肥，这些原料和物资长期依赖铁路运输。但除此之外，铁路还是大众化的交通工具，一直是中国人进行中长途出行的首选。这个应该说还是当时是铁路的运输能力不足。当时我们的货运满足率，只能达到3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修建高速铁路，可以大大的释放既有限的货运的能力，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也是适应这个广大旅客对更高水平的服务的这样一个要求。与工业化国家的命运不同，中国铁路在历史上既没有兴盛过，也没有过低谷，更谈不上复兴。攸关国计民生的铁路始终在中国陆路交通运输中占据骨干地位。然而这种铁老大状况并非铁路的辉煌，而是中国铁路不发达的现实。197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铁路实施了一大批重点工程建设，致力于扩大路网规模。与此同时，他也瞄准了另一个目标，提高速度。速度关系着运输能力的提升，关系着铁路生产力的提升。既有线路提速改造工程就此启动，中国铁路开始向新的速度迈进。1994年12月，广深铁路开通运营，成为中国第一条旅客列车时速160公里的铁路。1997年至2001年，中国铁路相继进行4次既有线提速，主要提速干线列车运行时速达140公里和160公里。2007年，中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7.8万公里，完成旅客发送量13.6亿人，完成货物发送量
31.2亿吨，完成总换算周转量31.1亿吨公里，运输效率居世界第一。然而，取得历史性进步的中国铁路，依然未能满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人便其行，货畅其流，依然是社会各界的普遍期待。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经受着一种大国之痛，这就是春运。经济社会的转型，带来劳动力由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的大规模流动。但是春节回家团聚的习俗、文化传统，又促使这些人口集中在春节前后展开迁移。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人口短期大迁移。在几十亿人次的人口流动中，交通运输也承受着世界上最沉重的压力。运力不足，服务质量不高，铁路始终处在社会的广泛批评之中。而买票难、乘车难的持续发酵，更常常将铁路推向舆论的漩涡中心。2008年春运，中国铁路客运能力达到破纪录的1.96亿人次。但就在春节临近之际，南方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雪巨灾，阻挡了许多人返乡回家的脚步。中国铁路承受着巨大的冲击和压力。当时的状况应该是一票难求、一车难求，这种情况还是大家前一个时期对铁路的这个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破解困局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快推进中国铁路现代化，推进铁路技术装备现代化，这其中包括发展高速铁路。1990年，当高速铁路推动铁路在工业发达国家走向复兴之际，关于高速铁路的构想也在中国浮出水面。为实现高铁梦想，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集中科研力量，展开规模庞大而广泛深入的基础理论和建造技术研究，落实了6个技术平台，全面落实6个技术平台一体化。这个落实是勘察设计啊、土木建筑啊、机车车辆啊，到运营管理、通信信号都有的，一体化来共同努力。这个外国人叫做中国模式。在铁路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具有国际声誉和影响力的沈志云院士，一生都在致力于破解列车轮轨关系这个黑匣子。轮和轨的关系，这是列车机车突破速度屏障最关键的基础性课题。1989年，沈志云在西南交通大学主持筹建了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对高速铁路技术进行基础性、前瞻性研究。自实验室成立以来，张卫华教授一直在这里工作。依托他的研究成果，实验室建造了机车整车动态模拟试验台，这个国际一流的试验平台，使中国成为继德国之后第二个可进行机车车辆全环境动态模拟试验的国家。您看到我们试验台跑了600公里，这个试验这个车呢，现在我身后这个车实际速度就是500公里。当时我为什么我要做这个项目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跑350，我们还多少余量呢？我们并不清楚，所以我们来探究这个高铁的列车它的运动的一些极限问题。在位于长沙的中南大学，
设立有高速铁路建造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对这里的科学家们来说，他们的挑战是如何突破传统认识下的力学现象，从而探寻列车运行速度的极限状态。从空气动力学角度出发，田红旗教授对高速列车的气动外形结构进行了长期研究。在90年代初，我们国家就开始考虑发展高速铁路，那么实际上我们的高速铁路是经过了几代人这么几十年的不懈的努力，不懈的奋斗，最后走到了今天。大规模科研攻关的同时，京沪高速铁路的线路勘察也在悄然进行。京沪高速铁路的这个勘察呢，应该是从92年，最早是京津段使用卫星定位测量技术，沿线每隔30公里左右，我们就布了几对这个 GPS 点。从那时候就开始啊，这个打导线呢，测地形啊，开始做这个勘测。科研成果需要落实到工程实践当中，才能为建造高速铁路奠定技术基础。兴建一条快速铁路线，为高速铁路的建造进行必要的技术储备，很快便付诸实施。1999年8月，秦皇岛至沈阳的铁路客运专线开工建设，历经4年建造。2003年10月，这一中国自主设计施工的第一条快速铁路客运专线建成运营。在秦沈铁路客运专线上，中国自行研制的动车组列车曾跑出时速321.5公里的试验速度。铁路投入正式运营后，列车平均运行时速200公里。秦沈铁路客运专线成为中国铁路高速化的起点。通过秦沈线的建设，回过头来又形成或者叫完善了我们高速铁路的一些设计标准，比如当时叫京沪高速300到350公里设计展型规定，就形成了这样一个设计的技术标准和技术体系。那么这个技术体系反过来又支撑了京津城际的建设，乃至武广正西的建设。秦沈铁路客运专线建成的同时，一直在进行中的京沪高铁线路勘察突破性进展。2003年的时候开始考虑这种精密测量技术，那时候就觉得感觉到传统的铁路的这个测量技术呢不能满足高速铁路特别是无障轨道的这个铺设要求了。那时候我们率先呢就是在北京一直到徐州这一段3院这一段呢，我们就建立了这个 GPS 框架点，或者叫框架控制点，叫后来我们叫 CP0 协定规范的时候，当时还叫基准点，就是叫法上不太一样。建了这几个基准点呢，就保证了这个一个长大线路，铁路长大线路从北京一直到徐州甚至到上海，我们的误差不会超过2个厘米。伴随着充分的技术储备，高速铁路的建设逐渐呼之欲出。2004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通过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确定到2020年前建设铁路客运专线1.2万公里以上，形成4纵4横的快速铁路客运网。中国绘就了高速铁路的发展蓝图。2006年7月31日，首列国产时速200公里动车组成功下线，并开始批量生产。动车组就是含有若干动力车辆的一组车辆，与传统机车牵引方式不同，动车组把动力装置分散安装在车厢上，然后再把几节带有牵引动力的车厢和几节不带动力的车厢编成一组，在不同类型的轨道上
动车组具有不同的速度级别，它既用于城市轻轨和城际快线，也是高速铁路的主力车型。中国的快速铁路和高速铁路全部采用动车组，这是一种行车时速达到或超过200公里的轨道移动运载设备。动车组不仅以卓越的牵引传动效果令人惊艳，以安全舒适、节能环保著称于世，更以全新的形态重塑着人们对于火车的概念。2007年4月18日，中国铁路完成第六次大提速，一批国产动车组随之投入运行，从此走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在2007年4月18号，急速调速实现了动车组200公里的时速、5分钟的最终间隔，普速客车160公里、6分钟的最终间隔，货物列车5000吨级、10分钟的间隔。到这个节点，应该说走了高速铁路的第一步。进入新世纪后，历经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实现了国家综合实力的快速增长。2008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中国相继建成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长江三峡工程，并在航天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已形成全球最完备最齐全的工业体系，成为全世界。建造高速铁路的基本条件。高速铁路开工建设，全长50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北京八达岭脚下的青龙桥火车站，是中国的百年老站。1905年，詹天佑主持修建京张铁路，在这里做了一个漂亮的之字形迂回。这条由中国人自行设计修建的铁路，开启了中国关于铁路的时代篇章。今天，在与古老的京张铁路几乎平行的地方，是正在修建的京张高铁。崇山峻岭之间，一个新的奇迹即将诞生。京张高铁将是全球第一条智能化高铁线路，升级的智能复兴号动车组将实现350千米时速的自动驾驶，它也将通过2022年北京冬奥会在世界的舞台上绽放光彩。1990年出生的火车摄影师王维，过去10余年里，足迹遍布了全国铁路干支线路60余条。他的40万千米行摄之路，
就是从青龙桥出发，40万张照片搭建起一个时空隧道，让我们重温那些关于中国铁路的难忘记忆。这样的火车，今天的孩子们已经很难看到它。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在不到9000台的火车机车中，有8000台都是蒸汽机车，拖载着时速只有几十千米的绿皮客车，行进在只有50000千米的铁路线上。1978年10月，邓小平第一次访问日本，乘坐了光号新干线列车。在接受随行人员采访时，小平一语双关地说：“就感觉到快，就催人跑地，我们现在正合适的这样子。”2个月后，犹如一声春雷，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开启。作为经济大动脉的铁路，一度停滞的脚步开始加速，追赶世界的步伐。从蒸汽机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力不断升级，速度也是一代更比一代快。到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火车平均时速已经提高到了161千米，但它的发展远远跟不上人们对速度和运力的渴求。京津冀开启中国铁路时代的地区。1881年，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的唐胥铁路就在这里诞生。作为中国最核心的经济区域之一，世纪之交悄然酝酿着一场铁路的速度革命。在99年的时候，我们就给天津市政府提了一个建议，叫京津一体化研究。在研究过程当中发现呢，天津和北京离得很近，但是呢经济联系并不多，于是我们就提了一个快速的交通通勤轨道干线问题。这个快速轨道交通就是人们常说的高速铁路，也特指时速能达到300千米以上的专用客运铁路干线。新世纪之初的北京致力于打造新型的都市群，活跃区域经济。2001年，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要更好地解决京津冀交通运输保障问题，中国高铁建设开始了探索之路。2004年，国家通过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京津城际铁路正式立项建设。这条铁路是中国第一条采用先进的无闸轨道技术铺设，34535块板式轨道板，3045个桥墩，保证了未来设计时速350千米的高速列车组能安全平稳地运行。此时的中国，经过5次铁路大提速，时速160千米及以上提速线达到14000千米。2007年4月18日0点，中国铁路实现了第6次大提速。速度的提升引发了管理、运营等一系列变革，打破了几十年固有铁路系统的运行传统。这对于一直在京津城际线上从事列车乘务工作的徐颖来说，还是有些不太适应。动车开行的时候，说不需要每个乘务员去负责开关门了，十几个人一个庞大的班组一下子就变成了3个人的班组。我也是担任列车长工作，手里就还2个人。而当时已经满足于现有铁路速度的老百姓们，也对高铁的修建产生了一些疑惑。我们已经有一个完整的完善的一个铁路系统，为什么再开发一个新的轨道交通系统？它快这点速度值得吗？那么我们现在天津和北京不远的距离，我们先试试看。试试看，这是改革开放时代最鲜明的特征。火车司机李东晓也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加入了中国第一批高铁司机的选拔，
几千名的司机当中选拔几十名啊，通过严格的培训、严格的考核和实操的练习，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担当是个未知数。 C2H 三型动车组是当时世界上运行速度最快的列车，全车结构复杂，连接着十几万个零部件，既有动车司机操纵台上仅十几个按钮，而高速动车组却有四五十个，操纵难度前所未有。到底能不能实现安全运行，速度实验和测试是关键环节。 CH 三型001号进行了这次速度的极限的跑核。6月24日，国产和谐号 CH 三型动车组列车在京津城际铁路上创造了394.3公里的记录。这是个历史时刻，京津城际铁路创造了中国轨道交通时速的最高纪录。在呼啸猛进、不断加速的中国列车上，李东晓始终疾驰在最前列，这名中国铁路的提速先锋也幸运地成为了中国高铁一号司机。这呢，就是我001号高铁司机驾驶证，对于我来说呢，格外珍贵。2008年8月1日，京津城际铁路正式开通运营，李东晓和首发列车长徐颖一道，亲历了中国铁路的第一次陆地飞行。7天后，第29届夏季奥运会在北京鸟巢盛大开幕。飞人博尔特在这里创造出了个人百米新的世界纪录，而在神州大地上，每小时350千米、每秒近100米的高铁运行速度，在京津之间完美呈现。有了高铁以后呢，打破了我们出行的时空观，对我们工作、生产、生活方式都带来巨大的变化。京津城际铁路的成功运行只是序曲。2009年12月26日，武广高铁正式开通运营，这是世界上一次性建设里程最长、运行速度最高的高铁，标志着中国真正进入高铁时代。不可思议的飞跃将人们出行的版图不断缩小，从此风驰电掣的高铁动车让双城际成为城市化生活常态。今天的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快的铁路系统，基本建成的四纵四横高铁网和正在建设的全面覆盖中西部地区的八纵八横高铁网。中国高铁在一路领跑中不断提速升级，在过去的5-6年间，高铁每天以9000米的速度生长，如今已经达到2.5万千米，比世界上其他国家高铁的里程总和还要多。2018年8月1日，10年京津城际铁路迎来新装备，这是中国完全自主设计制造的最快速度列车复兴号，它和中国的高铁成为新的国家名片，在改革开放的40年后，昂首挺胸，拥抱世界。西安至成都的高速铁路是中国铁路第3次翻越秦岭屏障，
线路穿越秦岭山区135公里，隧道总长度127公里，其中10公里以上的特长隧道有6座，而天华山隧道是全线最长的。但除了长度，王永安遇到的困难远比想象中大得多。其实最大的一个困难，其实就是我们施工所用的所有的材料的运输问题。我们项目呢，前后耗资4000多万，用了大量的机械设备，泥西林业局的5匹检查站一路将这个便道修到了我们工地的所在地。这个便道整整是48公里，这48公里便道，整个是一个无人区。由于山路崎岖，加上秦岭岩石硬度很强，盾构机之类的大型隧道掘进设备很难派上用场，隧道施工只能采用人工钻眼爆破的方式，一米米往前推进。一个掌子面一天的掘进长度大概在2米左右，如果从进洞口和出洞口同时对打，每天也不过掘进4米。这样计算，打通这条近16公里长的隧道至少需要10年时间。业主方就是我们的建设单位，他给我们这个土建施工的这个工期呢是48个月。为确保工期，只有增加施工作业面，工程师们决定除了进洞口和出洞口，再开通3条斜井直通到隧洞主干道，这样就可以有8个掌子面同时开挖，从而大大加快施工进度。施工机过来吧，别把拱顶喷掉。我知道啊，你这样跟他说。他现在也要立项了，是不是？你拆掉一个变压器就少一个变损，再一个，我20台车就少一道阻碍。能不能把这个315的拆掉？2016年7月3日，距离隧道全线贯通还有9米长的距离。但这短短的最后一道屏障却让王永安焦虑重重。总之拆风水管要从10号舱这个地方拆，开车走过来，这边可以打100，这边可以打200嘛，你赶紧联系老王啊，水库电车打完给我扣槽了，好不好？那就这样啊。两三天的活有些人说想着回家或者是想着干什么，这个心里边思想肯定是这几天的思想是整个这个班组最不稳定的时候。这个人这个注意力一旦不集中了，在洞里边又是属于这个高危作业、高空作业吧。那他如果注意力分散了的话，我就有一点担心。快了，2天以后就能见到亮了，隧道就通了。是一点点吗？只是要1米左右啊。我不知道底板这块差多少，最多差3米，我看了。当透过洞口看到2号斜井那边投过来的光亮，王永安顿时明白，只要再打一炮，隧道就可以完全打通。再有一个循环，就再打一炮，那就通了。你看不到吗？看不到窟窿吗？那对面预计是今天下午8点到9点小炮，最后一炮。随着一声炮响，天华山的隧道终于全线贯通。能不能睡2天？能不能睡2天2夜？谁也不要给我打电话。这是一个比较自私的想法，后面我们的任务还很重。作为企业的一员，我想我还是坚守岗位吧。犹如一条巨龙，西城高铁翻越秦岭，穿越汉中平原，走过巴山蜀水，将西安和成都之间的距离压缩至3个小时。高铁建设者在挑战中创新，在创新中前行。当人们在建造亚洲最长的单洞双线高铁隧道时，他们也打通了堪称地质条件最复杂的一条长大高铁隧道——沪昆高铁大庐山隧道。位于贵州省
关岭县境内的大独山隧道，全长近12公里，穿越了世界上最典型的喀斯特地质区。隧道穿过灰岩、泥岩、泥灰岩、加砂岩等地层，包括7个地质大断层、8个破碎带，以及4个可熔岩与非可熔岩接触地带。建设者面对着重重挑战与风险，44个溶洞，1条地下暗河，其中最大的溶洞足足有33万立方米。这是从大独山隧道取出的一块岩石，将它浸泡在水里，能够清晰地看到奇特的变化。仅仅几分钟后，坚硬的岩石就变成了泥渣。这手里边会这么粗。除了可熔岩，困扰施工人员的还有突如其来的涌水。这是一段拍摄于2012年7月12日的视频资料。当天清晨6点，在挖掘隧道的过程中，大面积涌水突然发生。暗河出水量达到了这个3万立方左右。这个前两天又去12号那一块同时又去看，这个降水量呢，达到了这个出水点，达到也是2万方左右。这两个水，打电话可以不？可以，叫我去。这天，工程师罗宗凡带领勘探小分队进入一处巨大的溶洞，希望找到他们已寻找了多次的暗河。摸清暗河的走向，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隧道涌水的难题。就这么走，这边走啊。好，刚才那个对。20，这个停车位。放车子，放，走，往下走。下，出水点在这儿，这个地方，这儿一个出水点。为什么走火把呢？这个火把它有氧，它是没氧气，没氧气，但是里面它火是灭的，它就是这样，我们的。弄个火把掉下去，一看里面是掉，里面着的火的，没问题。哇，这上面滑呀！咦，下到水边啊？下水边上去了。啊，下面有没有？当小分队进入到地下60多米时，前面出现了一条深不见底的垂直溶腔。连那个坠物能把它坠下去，听着声音不响了，听着时间就把钥匙进一下，再试一下。老板，你就这样扔。他们抛出石块，计算落地的时间，来判断溶腔的深度。10秒是1:21，根据时间判断。这里距离溶洞底部至少还有30米。为了查清暗河的走向，大家决定冒险下潜。你看，原来水位在这位置上来了。半个小时后，终于抵达溶洞最深处。通过地面水流痕迹和溶洞方位，罗宗凡判断大独山隧道中大量的涌水与这个溶洞有很大关系。小分队带回来的溶洞信息为破解涌水难题提供了重要依据。工程师们最终确定了通过泄水洞引排涌水的方案。打通大独山隧道，建设者耗费了整整5年时间。
2015年10月15日，随着这条隧道最终贯通，沪空高铁的建设也进入尾声。除了来自工程建造的风险与技术挑战，高速铁路隧道在设计上还有一个特别的考虑。在中南大学，田红旗院士和他的同事曾经进行过一项特殊的研究，他们致力于破解的难题是如何消除高速列车通过隧道时的瞬间冲击压力。当高速列车进入隧道，前方的空气会受到挤压，这种挤压状态能够以声速传播到隧道出口，然后骤然膨胀，释放出较强的气压波，产生瞬间的冲击。深夜11点，随着10号线最后一班地铁到站，北京这座巨型都市结束了一天的喧嚣，逐渐沉寂下来。然而，就在这条地铁正下方1.5米，一条巨型钢铁蚯蚓正在掘进。特别紧张，我们在它下方距离还这么近，1.5米的位置，要开挖直径达到一个12米多的一个隧道。如果它这个地铁沉降就是过大的话，将会给它地铁12线运营带来一个严重的影响。如果这个速度能保持在20、17、8，扭矩能控制在12以下，速度能往上提一点，提一点。此时，工程师赵斌和他的团队正在地铁10号线下方1.5米处掘进的隧道，正是未来京张高铁的一部分。京张高铁线路全长174公里，起点位于西直门的北京北站，穿越北京市区后，经八达岭长城，抵达2022年冬奥会场馆所在地张家口。2019年建成通车后，北京至张家口的最快运行时间将从原来普通铁路的3小时12分缩短至50分钟。这条高铁不仅助力北京冬奥，还将成为北京至西北地区快速通道和京津冀地区城际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80后的王宏宇是京张高速铁路项目总体设计负责人，从10年前开始，他协调近30个设计专业，用了7年时间，共同完成了这条极具挑战的高铁线路的勘察与设计。铁路的设计也好，施工也好，包括将来的运营也好，它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服务，特别是这一段呢，走在城区里边，要尽量减少或者叫避免对周边百姓的生活包括出行产生较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最后经过论证选择了地下方案。为了方便乘客出行，京张高铁起点站设在北京二环边的西直门，沿途北上6公里出城。然而就是这段线路要经过高楼林立的都市核心区，如果把高铁建在寸土寸金的地面，动迁成本和难度都极大。最终工程师们设计京张高铁在出站1197米后，从地面钻入地下，以隧道方式穿越北京。这条6022米的长隧道将与世界上最为复杂的地下系统相遇，它将和地铁10号线、15号线、12号线交叉而过，并行13号线。此外，还要下穿7处重要城市道路，88条重要市政管线。打个比方来说，北京做的相当于一个人体，这些市政管线就相当于人体的一个动脉，我们相当于在一些动脉之间做手术，
必须要精准操作，如果发生一丁点的失误，将会给北京带来一个严重的一个灾难。这注定是世界上最难挖掘的隧道之一。工程老将赵斌已经有11年的从业经验，参与过南京长江隧道等6次大型隧道工程的修建，但这次任务对他来说仍然是前所未有的挑战。相当于给北京做一个巨型又精准的外科手术，相当于1/1000的精度。按设计要求，建设者们挖掘的隧道直径达12.64米，相当于5层楼高。他们必须极为精准的掘进，与设计线路偏差不能超过1毫米。为此，工程师们需要一种修建隧道的高效利器。这里是广州东方码头。2017年6月，开挖清华园隧道所用的超级利器盾构机正式下线，开挖直径达到12.64米，相当于5层楼高。它总长146米，相当于6节车厢的高铁列车，整机体重高达3500吨，相当于5架全球最大客机 A380 的重量。如何把这个庞然大物从广州运到千里之外的北京，这也是一大挑战。盾构机在码头被分拆后，搭载巨型货轮，经过7天海陆运输抵达天津。为避免影响北京交通，90辆重型卡车只能趁夜间把盾构机零件分批由天津港运送到北京西四环。这里是京张高铁清华园隧道段的起挖段。在清华园隧道的入口处，盾构机零件再次被组装。工程师们先把机身放入由人工开挖好的一小段隧道内，随后再放入盾构机机头部分。最为关键的是盾构机刀盘下井。盾构机前端的旋转刀盘上安装有226颗类似于牙齿的削刀，通过刀盘转动将前端的岩土磨碎，一天最多可以向前挖掘20多米。在接下来的1年多时间里，盾构机夜以继日地在北京地下掘进，在他身后会留下一个直径12.64米、长度4448.5米的隧洞，地面上的人们很难察觉到他们脚下的这个庞大工程。京张高铁清华园隧道工程开工建设1年后，终于迎来最为关键的时刻。赵斌他们驾驶的这条巨型钢铁蚯蚓，今晚将在地铁10号线正下方1.5米处与地铁线交叉通过。我们这个隧道开挖直径是12.64米，就是截至北京工程建设历史上是开挖直径最大的。开挖直径越大，对这个地层的扰动性也越大。地铁12号线距离我们这个隧道开挖直径只有1.5米，这个是在我们工程建设当中是第一次遇到。这个难度系数还有危险系数比之前的要大的很多很多。北京地铁10号线全长57公里，东段穿越北京最为繁华的国贸地区，每天客流量达到200余万人次，是目前北京地铁路网日客流最大的线路。
现在巨型盾构机即将在地铁十号线下方1.5米的地方通过，工程师必须慎之又慎，把隧道挖掘引发地铁线路沉降控制在1毫米内，否则不仅有可能导致地铁十号线停运，关乎百万人的出行，还将影响这座巨型城市的正常运转。地铁的沉降数值呢，对我们这个地铁的运营时速是有关系的。如果我这个地铁沉降过大的话，将会给运营的时速带来一个影响。打比方说，我们平常是5分钟一班车，如果沉降大了以后，会影响我们列车时速，有可能就变为10分钟一班车，到时候就会对我们这个地铁运营就是带来一个严重的一个影响。要保证地铁十号线沉降不超过1毫米，这意味着隧道掘进精度极高，绝不能偏离原来设计的掘进路径，这无异于让狙击手在100米外击断一根丝线，而且必须一发命中，不能有任何失误。在都市核心区建造超级工程，每一步都必须确保极度安全。下一步我们就要深入的研究一下盾构机下穿地铁十号线时候的施工组织，我们不能停留在方案上纸上谈兵，到底怎么穿，什么时候穿。早在半年前，工程师们就对如何安全穿越十号线开始了反复论证。为了降低工程对城市运行产生的影响，工程师们选择将在夜间地铁停运时刻进行穿越施工，但接下来几套确保安全的方案的可行性论证并不顺利。当时第一个被否的是直接穿越的方案，就我们说到的最激进的方案，但是在地下工程施工中啊，看不见摸不着，谁也不知道下一刻会面临什么东西。35岁的陈爽是京张高铁清华园隧道段的总工程师，有着12年的隧道施工经验，他很早就开始推演盾构机下穿十号线地铁的施工方案。你就在方法，在方法这个地方，为保证地铁十号线不沉降，陈爽设计在地铁正下方和京张高铁隧道正上方1.5米的土层里插入钢管，造出一个支架拖住十号线。但工程师们又担心在施工过程中托底的钢管会不会变形引发地铁沉降，这个可能存在风险的方案被否定了。2018年6月10日，随着最后一班地铁开过，工程师们终于迎来攻坚时刻，盾构机离地铁十号线正下方还有2米，他们要在早晨5:02地铁运营前穿越地铁线路，这6个小时如同航天飞机发射时不可错过的最佳窗口期。哎，小兵，现在井下情况怎么样啊？张总，我们现在已经在地铁十号线下边。行行，好，那就按原计划推进。好的好的。凌晨3:20，盾构机掘进到地铁十号线的正下方最薄弱地段。此时距离北京交通早高峰还有不到2个小时，盾构机前端突然发出刺耳响声，突然就是导航前面发生异响。哎呦，当时这心里嘎嘣一声，我说不会吧，不会正好这个时候出事吧，就当时这心情就是高度高度紧张。按照施工规范，机器异响应立刻停止作业，否则会导致盾构设备损坏。然而此时的盾构机正处在地铁十号线正下方，停留越久危险越大。转向停机。喂，等等吧。这样的情况
让赵斌和陈爽极为担忧。他们清楚地记得，他们在2009年参与建设南京长江隧道时遭遇的困境。当时，在江面下65米深处，挖掘总长度为6024米的隧道，那是长江流域工程技术难度最大、地质条件最复杂、挑战风险最多的越江隧道工程。长江隧道那个吞吐机发生故障，停在好几十米深的江底，水压非常高，吞吐机也动弹不得，往前进退两难。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什么问题，整个修建的好几百米隧道也要报废掉。如果吞吐机在地铁十号线下面停机了，这个后果会比其他的风险严重得多。还有2个小时，地铁十号线即将运行，接下来怎么办？此刻紧急要做的就是派人到盾构机前端去探明前方情况，到底是什么引起盾构机异响？盾构机发生异响，这个确实感到很意外，因为根据我们这个地质勘察资料，在这个地方是没有任何东西的。进入运行中的盾构机最前端的任务非赵斌莫属，对于盾构机，尤其是前端刀盘，他了如指掌。然而赵斌只能看到刀盘后半部分，发生异响的地方确定为盾构机前端的刀头，这部分赵斌无法进入。通过排查，大家寻找到了造成盾构机异响的原因，但结果却让所有人都更为紧张。我们这个降水井的水泵呢，它是大约长2米的一个大铁疙瘩，它就会对我们这个刀盘产生一个崩齿，如果刀齿没有了以后，我们盾构机也无法去掘进。大家怀疑导致此时盾构机发生异响的是地铁十号线建设时遗留下的一台废弃水泵，因为这里处于交通枢纽区，施工前无法进行精确勘探，因此谁也没有料到一个巨大的铁家伙会突然出现在盾构机的正前方。而现在这个水泵在短时间内又无法移走。水泵是在我们的刀盘前舱，我们是在它的后舱，必须要压气作业才能进去，这样才能保证我前舱稳定。如果常压开舱的话，就会导致我前面掌子面坍塌的话，我们这个地铁十号线就会对它这个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京张高铁八达岭隧道工程从2016年4月开工建设，将于2018年底完工，共2600人参与建设，1000多个日日夜夜，他们都奋战在这个隧道和车站里。2019年，全线通车，到2022年冬奥会，这条线通车以后，我也带着家人一起坐着我自己修的高铁，去看一看北京冬奥会。未来，京张高铁贯通后，从北京西直门始发站到达八达岭长城的时间只需20多分钟，而此前游客坐公交车到达这里需要花费1个半小时。为力保京张高铁在2019年年底顺利贯通，174公里的线路上共有20000余名建设者参与建设。这条高铁连接着2022年冬奥会的2个举办地北京和张家口，行走在崇山峻岭之间，出北京穿八达岭，跨越北京最大的饮用水库官厅水库，穿越高寒和大风地区，要保持全线350公里的时速。未来京张高铁还将引入无人驾驶技术，成为全世界第一条采用无人驾驶的高速铁路。一个世纪前，工程师詹天佑在这里主持建造了中国人自主修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此前在中国大地上纵横的铁路
担任总工程师的没有一个中国人。詹天佑深感屈辱，我国地大物博，而一路之功必须借助外人引以为耻。他期冀工学之前途发达可期，实业之振兴翘足以四。百年后，搭载世界最先进高铁技术的京张高铁即将贯通，一条铁路连接着过去与未来，也见证着一个国家的屈辱历史和它的伟大复兴。